在 L1 后适当距离标记光束的位置。放置镜架 L1。L1 凸面朝平行光。纸片上的光点会偏离标记点。调整 L1 上下左右位置，使雷射光束的位置回到标记点。调整 L1 镜架旋钮，使 L1 的反射光打回 I5 中间。L2 凸面朝平行光。L1 及 L2 之间的距离为两个透镜的焦距相加。在 L2 底板前架一支直尺，使尺和预设光路夹90度。调整 L2 上下左右位置，使 I6 过中心。以白卡辅助调整 L2 镜架旋钮，使 L2 的反射光沿原路反射。将铁尺安装至底板另一侧，做一张上面有刻度的白卡。在 L2 后靠近 L2 处及 L2 后2米处量测雷射光束大小。移动 L2 前后，使两处的光点大小一样大。并确认两处之间光点大小皆一样。L3 平面朝平行光。L3、L4 安装步骤，请参考步骤6、7